神州之大呢真是无奇不有，原来而家有部电解水机可以调节水嘅酸碱度，饮落都健康啲喎。喂，唔系喎，青瓜仔，其实你日日都有部电解水机更新噶啦。人身体本身咧，佢自己个血液啦、胃啦、肠啦，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适当嘅酸碱值喺度互相配合工作。咁即系点啊？我又唔啱啊！咁又唔系唔啱，其实微碱嘅水系真系可以保护到你个胃噶。佢哋胃溃疡啦，或者系食嘢嘅时候唔定时啦，佢胃本身里面自己咧按时按候都会分泌啲胃酸，而佢又冇食物落去。嗱咁嘅情况底下咧，我饮啲微碱性嘅水咧，可以做一个中和缓冲嘅一个动作，你觉得好似舒服啲？吓得我啊！已经又冇用添，微碱水就护个胃，咁微酸水咪冇用咯。我哋个胃都好多酸性咯。其实微酸水嘅水嚟讲咧，就唔系用嚟饮嘅，系用嚟洗面噶。我哋嘅皮肤正常状态系 pH 5.5，所以微酸水对皮肤比起中性水温和啲噶。